今天下班过来吃陆小姐带去的小酥肉，我吃了，红油抄手，表演系。豌杂小面，把这个倒在面里。老妈蹄花，两个粘在一块儿。这边是蘸的，这是一整只猪蹄啊，好可怕！我要一个人把它吃完。嗯。哎，你怎么连猪蹄都不吃？那我端走。嗯，好的。这里有点肉吃。没什么肉，你吃吧。麻辣小菌干。太辣了，吃不下了，放弃了。吃好了，现在走到星海广场，然后回去了。我感觉这抄手还不错。我大概半年以后会再来吃。就是你不吃的时候呢，你就很想吃的；当你吃的时候呢，你又感觉有点痛苦，就又好像没那么好吃了。对。停车费。